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951集的节目。今天带大家分享 SS 系列第11号的 Deluxe Class Lockdown。 先看一下它的背景卡， Lockdown 的飞船在宇宙横行无阻啊，来到地球也是要吃瘪啊，这个外星人到地球就是死路一条，就算是佛利扎大王也是一样的。这款禁币算是 SS 系列里头我玩到目前为止觉得最枯燥的一个，它的一个卖点绝对是它的正面的各种细节，我们就从它的一个最漂亮的头雕先看起，真的是超级的还原，对不对？这个头是一个球形关节啊，抬头看一副不鸟你不甩你的一个样子，那并没有附带一个变脸的一个头盔的一个造型是没有的，那头360度的旋转了，而且这个头雕的神韵涂装来讲的话算是可以给到满分了，眼睛是绿色，中间的话就没有再特别点上黑色的眼珠，但这样已经非常的漂亮了啊。侧方这一些涂装是很优美的。那么这里要提一下胸口这一块，胸口这块部件呢是要从内往外把它推出来的，从这个地方呢背包打开之后呢，从这个地方手伸进去是要把它这个胸口给顶出来，我们这样子看一下，你看一下变成车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推进去啊，那变成人的时候呢是记得是把它给推出来，第一次推的时候呢会非常的紧，大家熟悉一下就可以了。这些子弹的部分啊，细节这些，尤其是这一代啊，之前第四集的魔律是没有做出这个裆部两侧这个像是连接片一样的东西，那有一个可以动单独动的腰身，并非是变形之需要，非常之诚意的一个腰身。那么腿这个地方变形的时候跟各位提一下啊，它的这一块部件呢，这里呢是一个双动关节，请记得它这个腿的话你可能会是这样子，那你请记得是把它往后面推出来，然后这一片部件呢才能够延伸过来之后再往上面折，这样一来整个脚底板，第一整个脚底板会变大，第二的话是这一块部件呢能够确保它完全的推到最后方，如果你不完全推到最后方呢，人物在站立上呢会被迫变成是一个屈跟肋骨的战法才能够站得稳，那就会非常的可惜了。帅爆的正面可能是它最大的卖点，你只要转个侧面来的种种露出马尾不是马尾马，露出马脚，露出马尾会心跳加快的。门板手两侧都是一样的，那后方是一个巨大的背包，这边看就算了，你都从侧边看，你看这个背包还是镂空的。这个两片的话呢，我有试过能不能把它包夹夹到这里头去，但是我发现我是 OK 臣妾做不到啊。这个钩子的部分呢，因为造型的关系呢，你只能够扣这一边，因为你这只手如果你扣这边的话，它的钩子就变成往外勾，那你说过下面可不可以？当然是不行了，下面怎么会随便让人摸呢？你看这个造型的关系是卡不进去的，所以呢你被迫呢只能够扣在这一只手，那平常是可以收起来，或者是做出你比较喜欢的一个钩子的一个状的一个形状。刺刀，哎，这个刺刀的造型挺漂亮啊，这个它这里有一个凸啊，是扣在这个这一侧。那刀的话就两手都可以互换 ，OK， 做出是一个类似于就是小臂刃还是什么来着，然后这片部件可以推移，可以稍微变换一下造型的一个位置。那么人物的可动把玩的话呢，实际上在玩起来之后呢会觉得不是那么样的流畅，这脚没有接地，然后背包过于巨大，有个死角，这些啊相较于 SS 其他几款啊，特别是再加上变形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失望的感觉。然后这是第四集的模具，我觉得它的变形其实比它还要好玩。再来是它有一个还原电影里头一个经典画面，其实 Lockdown 可能大家第四集里头因为宣传的这个影片里头最多就是这个脸上这个脸炮的这个装置，在这个家伙的身上呢就反而就没有了。第四集的这个背包呢至少是叠的是比较干净一点，整个是完全的可以压平的，但是这一次的 Lockdown 呢可能在背包的处理上呢确实是比之前第四集的呢还要再不怎么干净利落啊。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禁闭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我习惯是先变形腿部吧，把它转成是一个内霸，然后这个部分一样往内推，这个部分倒是跟之前的什么玩具感觉好像也是很像啊。这个两腿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的这个外白内收呢是非常的紧的，所以在调整的时候呢是会要花一点时间稍微去把它调到一个最正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车尾巴的部分呢就是做一个合并，这个部分呢是操作上的话是不难，但是这个模具的一个松紧度呢我手上这一款是比较不均匀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最后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啊。然后呢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整个的给拉开来，
拉开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双层的一个背包，应该讲三层啊，一二还有这个三层的背包，从这里呢把它给拉出来，整个的挑上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人头的部分往内推进去，内部是一个空间的，这样推进去，推的时候小心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呢虽然连接感不算很脆弱，但是也不是那么粗啊，所以还是小心一点为妙，然后再把这个胸口给推进去，就刚刚有提过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是折这个大臂的这个部分呢，把它给这个地方给转出去，转到这一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一块部件呢给转过来，形成一个车子的一个侧门的一个部分。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给转到外侧而已啦，然后呢把这个原本的这个子弹的这个部分呢转到朝下方这里，然后这个球关就一甩就出来了啊，这个嗯哼，如此这般先变到这里呢，我们就开始要进行它车子的一个拼凑。所以它变形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枯燥的啊。这个呢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合并的话呢，哈哈，不知道为什么 Lamborghini 的车子呢在最后的密合都是会让人觉得有点蛋疼啊。这个把它扣上来，从上往下扣上来，然后呢这个车顶盖的部分呢你要稍微这样子折一下，这个角度它才能够整个是服帖的。再来的话呢，这个后方这里车尾的这个地方的结合，整个密合就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扣进去。它最后的这个密合呢，我的建议是先把车尾跟上面这一片做一个密合，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因为它其实这个最后这个密合来讲是有一点痛苦的啊，你会绝对会让你想到 TFEVO 的那个火爆，会有那种感觉。最后再来收纳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往上面推，那往上推的时候呢，它这里一样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那你前方这里也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对不对？那我建议的话是扣的时候是先从前方把前方这个地方推进去，这里也是一样，推进去的时候记得这一片啊，这一片是要推到下方来的哦，刚手去戳到啊，把前方弄好之后捏紧的情况下呢，我们再来进行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会稍微用到一点点的塑胶韧性啊。我是建议的啊，你扣的时候是这个门板手是最后再来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变法，我的个人那个变法是这样子啊，建议给你参考一下。因为呢，如果按照说明书的扣法，好像是最后这个车顶盖下去的时候再来扣这两片盖下去，我觉得呢，在扣的时候呢会比较痛苦一点，就会真的你会有那种调整这个 TFEVO 火爆的那种感觉。禁闭的车形态很漂亮的兰博基尼的跑车，轮胎的滚动性也很好，这个加了铆钉之后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滚动效果，流畅到一个不行，推车党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流线的线条也是很漂亮，以及黑色的挡风玻璃，那么呢车身的话这个弧度啊这样整个延伸过来，那摸起来的一个触感真的是很好，上方这个像真的有点像是汽车钣金的这种烤漆，非常的漂亮。然后车身的裂缝来讲的话呢，可能这边努力去密合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那上方这一带这个密合它这一块跟这一块有时候会有一个高低落差，你要稍微去调整一下。那么轮胎的部分的里头还是一样有这种刹车的这种装置还是怎么样，反正好像这是超跑兰博基尼才有还是什么超跑才有啊， OK， 反正各位懂车的人比我多的是。那么一样这个车头灯这里一样是一个透明的部件，这比较诚意啊， SS 系列在车头灯这方面挡风玻璃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有诚意的。那底盘就这样的，基本上是一个人形态啊，但是我不是很在意底盘了啊，车尾也有一个涂装的一个部分。那整体来说的话，在变形呢也是稍微有点小小的枯燥了，那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意，其实这真的是很典型的一个车包人的一个OK， 真的你这样看其实你也看得出来它的一个整个变形的一个结构了。那有上一集的话有朋友跟我提到说呢，想看这个 Jazz 跟 Bumblebee 的一个车型的大小，我们就顺便做个对比吧。这个 Lockdown 还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Deluxe 的一个车型的一个大小啊，这样看起来甚至比一般的 Deluxe 还稍微有一点点大啊，当然它稍微有点空，但是无所谓，这车型还是维持住它的一个过去的水准。那 Jazz 的话就真的是非常的小了啊，这样一看这两个居然都是 Deluxe 等级，还这样放在一块儿，对吧？那这个同号问说想看跟 Bumblebee 的一个对比，因为 Bumblebee 跟它身形差不多，但是长度来讲的话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差距啊。跟第四集的相比的话呢，全面的会赢出很多了，
大小尺寸的配色、透明部件的使用，包括这个铆钉跟这个没有铆钉，这个跟这样。OK，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加了铆钉之后，这个推车的一个爽度会提高很多。但是呢，有一点呢，却是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第四级一个小小的优点吧，还是在这个脸炮的这个位置上。你看它的外挂武器这样，但是我们这一次 SS 的这个外挂武器呢，就非常的让人家没有办法认同了。它这个外挂武器只能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是弄在两侧哦，都是利用这个凸的这个部件呢去做一个勾住啊，但这个不是勾住，就插进去啊，就从这个地方。OK， 你只能这样子放啊。OK， 啊哈，这样子，这个武器的收纳算是零分了，这个怎么样看都不太正确啊。这个因为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块，它这个钩是往上面折，所以如果你把它装到这一侧的话呢，基本上就不行。所以这个剑刃是无论如何都是朝前的 ，OK 吧？那这个就是它这个武器的一个缺点。那整体来说的话，其实这一款，就是人形可能正面比较帅，车型也漂亮，但是在这个变形跟是实际上把玩的乐趣度来讲的话，是相对在 SS 系列里头，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两个字，叫比较枯燥了。你只能用它的一个帅气度去脑补它在电影里头的形象，作为它一个最大的卖点了。那么今天呢，这一个算是试吃螃蟹的报告呢，就到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么呢，或许你喜欢我的观点，或许你不喜欢，你可以玩过之后呢，再来跟我做个交流也是 OK 的啊。做影片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嘛，对不对？互相分享自己的观点。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